那其实从这一章里面啊，从第一节到末了，我们就看见从撒种一直到什么撒网，对不对啊？撒种一个一个撒，但是啊，末了是撒网。这个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传福音啊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单是单个单个的，我们也能够需要是大部分的去传扬，聚拢所有的一切。你看这样读一读，可能我们里面带有一些的领会。好，弟兄们，这样。